久没进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来看看，工程师与国王战中一个少见的错误。如果说哎可以买半了，三场比赛的得分是超过了20。好久没进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大家都往另外一边去，结果克拉直接回身灌篮了。是有点乌龙啊。对，刚看了一下那个罚球的问题啊，好像是在站位方面完全站反了。所以国王队以为是他们的人在罚球，但这个居然连裁判都没发现。然后国王的球员也没发现，也没发现，球员也没发现。对，等于说，好像大家都有责任。对。所以刚才啊，克拉啊，应该在罚球的时候，他应该站在三个人中的中间位置，就他站在最靠近篮筐的位置。对，因为是高国豪的罚球，反而是工程师站了三个球员，然后站在这边。对，国王队应该，哇，这好像一切发生的都很自然。然后 Tony Mitchell 也没发现他自己站错位置，所有人都没有发现啊，所以当下那个反应是可预见的，因为他可能以为是很有趣的画面。他可能以为是我自己的队友要罚球，对，然后站的那个位置很像是被对方掌握篮板之后我要回防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大家都往另外一边去，结果克拉直接回身灌篮了。